结束了，梅比乌斯博士。不，也许我不应该再这样称呼你了。克莱因，为什么？你应该能理解我的，五万年前你就知道我要这么做了，你从来都没有反对过我，为什么现在你又要来妨碍我？因为真正的梅比乌斯博士在把这个计划告诉我的时候，他就已经放弃了他。真正的梅比乌斯，克莱因，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是真正的梅比乌斯。在此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和博士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思想、行为、性格都完全一致，所以就像他曾把我看作是克莱因的延续一样，一直以来我也都把你看作是真正的梅比乌斯博士。但是现在够了，克莱因，在你的眼里我竟然是一个从来都不会改变的人。不，我从没有这样的想法，但你今天所做的事，这绝不是梅比乌斯会做出的选择。博士，他和其他人类一样，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改变，都总还是会保留着一些不变的部分，而这也恰恰就是你与他之间的区别。我与他之间的区别？哼，开什么玩笑。唉，我知道自己说服不了你，不过还好博士他总是会做好万全的准备。是吗？他曾经留下了一些东西委托我转交给你，但我一直没有这么做。在我看来，将梅比乌斯的信息传递给梅比乌斯，这并没有任何意义，直到现在。哼，留下一些东西给我自己？哼，你是想对我耍什么小花招吗，克莱因？我可没有那么多愁善感，这种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根本就不像是。私がするようなことじゃないのは分かってるけど、あなたに何かを伝えるチャンスはこれが最後なの。何と呼べばいいのかしら、メビウス、それともう一人の私。怎么，克莱因，你更喜欢那时候的我是吗？这段全息影像就是博士委托我转交给你的东西，他录下了这段话，在他即将迎来死亡之前。死亡？克莱因，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对我来说，死亡根本就不可能。是啊，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要死了呢。这是即时通讯。克莱因，你如果想骗过我，就不应该留下这么明显的破绽。我还是那副样子时，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别说记忆体了，就连往事乐土都还不存在，我怎么可能会给自己留下讯息？因为这样很有趣，不是吗？以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过去的自己，这种机会可不多，好好感谢我吧，另一个我。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反驳的话应该也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吧。当然在看到这段影像时，你可能也已经改变了许多，成了一个话很多的人，但无论如何这都是最后一次了。
耐心一点，听我把话说完，好吗？另一个我，虽然是想抓住最后的机会，但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好呢。你知道吗？其实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了。钟烟的到来，只是我假装无可奈何的借口。荒谬。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对吧？在很多人的眼里，梅比乌斯就是不死的。是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死亡，最终都能死而复生的怪物。但你的话，你一定知道，我们其实比任何人都更畏惧死亡，畏惧那些因死亡而生的未知。被杀了就会死吗？不，不是的，我还可以死而复生，无非就是痛了点而已，无非就是变小了而已，无非就是蜕了层皮而已。在刚成为融合战士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时我甚至会为自己的能力而感到喜悦，它给了我无限的生命，让我可以去探索人类进化的一切可能，直到我变成了现在的这副模样。也就是在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死而复生并不等同于无限的生命，我还是会死，真正意义上的死。但那会是什么时候？是在我死了十次之后，还是100次、1000次？是在我退化到幼年的时候吗？是在我退化到婴儿的时候吗？还是胚胎，或者一个细胞？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未知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很快就将我压垮了。于是，在寻求进化的同时，我开始疯狂地寻找能让自己真正永生不死的方法，想让死亡的阴影永远都无法追上我的脚步。动了。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还记得那天凌晨的时候，实验又失败了，丹珠躺在地板上，甚至连回去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候他问我，博士，追求永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当时我找遍了脑海中的一切词汇，却还是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答案。是啊，究竟是为什么呢？人本来就是会死的，不是吗？那我的执着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起了自己。愚蠢。听起来很蠢，对吧？但这还不是最愚蠢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后真正使我清醒过来的，竟然会是艾莉西亚的死。这个我曾经最厌恶的人，他的死让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那些被恐惧驱使着行动，却不知自己正在行向何处的人，我在嘲笑他们的时候，却没发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始终都没能发现，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失败者。那时，我终于听到了自己心中的另一个声音，他告诉我，唯有死亡永恒不变，你一定也明白的，对吧？过去的我一定不会想到，弥留之际这个词，竟然也会有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一天。当然，
只要我想的话，终焉之律者，他其实也不一定能彻底将我杀死。还没有说服力，对吧？明明已经是现在这副要死的模样了，但你就是另一个我，我不必向你解释自己没有说过，就算是文明断绝，脚下的大地也不复存在。但只要没有到达时间的尽头，我就还是有着死而复生的可能性，只是现在我不愿意那样去做了。对梅比乌斯来说，这一次的死亡就是最后的一次了。怎么，终于意识到自己说的都是些废话了？真是的，我怎么突然就开始说起这些事情来了？是因为我终于感觉到自己就快死了吗？可这明明是我想留给你的讯息啊，梅比乌斯。在我的眼前，无限的可能性正在向着一个既定的终点收束，终焉的降临很快就会将这个世代的一切都变成无知的荒漠。虽然我并不在乎，但我还是觉得在此之前，我应该把这些话传达给你。无论是灰蛇还是克莱因，他们都听到过这些话，我也相信他们一定能够理解我的用意。但对于你，对于另一个我，我却有些不放心了。你和我所面临的情况并不相同，无限的道路仍在你的眼前向着远方不断延伸，没有人可以对你加以干涉，也没有人有资格替你做出选择。就算是我，你的创造者也不例外。啊，够了。当然，你毕竟也还是梅比乌斯，如果最终你还是走上了那条属于梅比乌斯的道路，还是选择了要成为我，那同样也是你在无限的可能性之中依靠自己的意志所做出的选择。无论如何，你都是自由的。博士，休眠舱马上就要启动了，请快点到这边来吧。嗯，好，我马上就来。看来要说我失败的彻头彻尾，似乎也不尽然。无限的可能性，在我发现了自己的谬误之后，我的确再也不能拥有它了，但我却亲手创造了它，不是吗？通过灰蛇，通过克莱因，通过你们所能够做出的选择，就是我的无限。啊，不知道你看到这段影像的时候，已经过去多久了呢？是几千年，还是几万年，或者更久？我所知的一切，我们记忆中的一切，在你看到这段影像的时候，应该都早已成为了一吹即散的尘埃，但对你来说，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你是我最完美的造物，是最为特殊的存在。自诞生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实现了我毕生的追求。梅比乌斯，这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和
和我好好道个别吧，可以吗？走上你的道路，成为你。别开玩笑了，如果你真的就是我自己，那你也太令我失望了。选择无限，真是卑微到让人感觉可怜啊。我要做的是超越无限，超越所有的可能性。你的道路也不过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种，仅此而已。你那是什么眼神，克莱因？难道你觉得我是在说大话吗？难道你以为他会选择死亡真的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吗？你说什么？看来你的确没能意识到呢。回想一下，克莱因，他最后一次来往事乐土同步自己的记忆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艾莉西亚刚刚。你难道说……不愧是我最喜欢的助手，理解得很快嘛。没错，在进行同步的时候，我利用那个空隙在他的记忆里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谢谢你，克莱因，直到今天你才终于让我知道，他不但早就已经生根发芽了，而且似乎还收获颇丰呢。你为什么？因为我不需要成为另一个梅比乌斯，我会亲手……不，我已经做到了，我已经让自己成为了真正的、唯一的梅比乌斯。克莱因，我最得意的助手，现在你还想来说服我？你还想来阻止我吗？看来这场烂俗的伤感剧终于可以结束了。克莱因，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愿意把它看完吗？啊？蛇是不会放过自己的猎物的，它最擅长的就是等待。以前如此，现在也是一样。这片区域的数据正在慢慢消失，刚才的那段时间里你一直在试图删除这片区域。没错，克莱因，你要和我学的东西可还有不少啊。不过放心吧，这并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最多也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数据损坏而已。你或许会出现一些类似失忆的症状，但这应该也算不上是一件坏事。我想你应该也不会愿意回想起来自己新交的那位绿者朋友是如何在绝望中湮灭的，对吧？糟了。绿者姐姐，真是抱歉呀，我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你当了这么久的观众看了一场再无聊不过的滑稽剧。哼，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局外人了。怎么会呢，丽哲姐姐。
你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那一只小白鼠啊。不过嘛，在我的实验室里，会咬人的小白鼠可都是要接受惩罚的。那么再见了，丽哲姐姐，今天没能做完的那些有趣的事情，就让我们改天再来继续吧。当然，前提是你还能活着离开这里的话。梅比乌斯，等等实验体，不要再追上去了，那片区域已经消失了，博士他也已经离开这里了。我们还有时间，我正在帮你寻找可以离开乐土的方法。可恶，这个传送锚点也被博士关掉了吗？克莱因，我记得你很喜欢用概率来告诉我状况的危险程度，那么现在我们能活着离开这里的概率有多少？零。很好，谢谢你给我的鼓励。鼓励？成功率为零，但你还是在寻找能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方法。我似乎终于懂了凯文那句话的意思，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你，远胜过相信这些无聊的数字。在支配剧场里能行的话，这次应该也能成功吧。你在释放绿者的全能，这里是由记忆构成的空间，绿者的能力根本就什么都……这不可能。哦，是他，你的全能让他注意到这里了。算了，还是先离开这里吧，否则就真的要来不及了。不会的，梅比乌斯，能让你和我都这么感兴趣的人，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让你得手了呢？哼，艾莉西亚，自以为是也要有个限度吧，你真以为自己救得了他？啊，对了，你不是一直想看我穿粉色的衣服吗？今天我的心情还但不错，要是待会儿他还能活着从乐土里出来的话，我就立刻穿给你看，怎么样？好啊，那你穿吧。什么？啊，终于回来了。看吧，梅比乌斯，我说什么来着？可爱的少女心一直都是无所不能的。这不可能，你们为什么还能活着回来？谁知道呢，或许只是运气比较好吧。运气？开什么玩笑？是你吗，艾莉西亚？嗯哼。切。啊，梅比乌斯，别急着走嘛。梅比乌斯。啊，真是的，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呢。他到底是有多讨厌粉色的衣服呀，居然会气成这样。不过嘛，他那副气鼓鼓的样子其实还挺可爱的，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小河豚一样气鼓鼓的。嗯，你觉得呢，牙医？梅比乌斯真正的目的你早就已经知道了。哎呀，牙医，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要是知道的话，一定早就去帮你了呀。刚才我和梅比乌斯说的话，你是不是没有全部听到呀？是他以为自己终于能离开往事乐土了，才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的。怎么说，就像是……你养的猫抓坏了你家的窗帘，还一脸得意地来和你炫耀，类似这样的感觉。我只能说还好梅比乌斯已经离开了。他在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说了呀。也许会把比喻的对象换成蛇然后再说出来，谁知道呢。好了，牙医，别总是一副那么严肃的样子嘛，战斗已经结束了。
你又成功击败了一位英杰，放在以前，这可是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事呢。而且他可比我要认真多了，你也看到了吧，他的那副样子。所以啊，牙医，你可以再骄傲一点，开心一点，就算是想要欢呼着跳起来也没关系的。哎呀，难道说你其实是在等我，想让我主动一点，给你来一个大大的拥抱之类的？可以的，只要你想的话。不必了，这没什么值得庆祝的。与英杰们之间的战斗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从一开始我就是为了探寻真相而来，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过。只是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像梅比乌斯这样在传承的同时还别有用心的英杰或许并不在少数。就拿你来说吧，艾莉西亚，你真正的目的是不是也像你手中的弓箭一样一直隐而未发呢？我也和你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呀。作为一位旁观者，静静地欣赏你为往事乐土带来的这些变化与惊喜，这些就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